台大英文中心的策展人非常用心的策划了一场特别的演出。现场我们看到有这位艺术家 Harriet， 来自英国，为大家正在编织。大家看到旁边有很多他的作品，然后影片当中也有他之前的创作的这个作品，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然后也捕捉到了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神韵。那很特别的是，今天我们音乐其实不算是主角，应该是我说我们互相的给予灵感。那所以待会在结束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织出来的这个美丽的作品。那英文中心也特别为了这样子特别的跨界演出，找了上下半场是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那上半场就是这个优美的声乐的演出，下半场则由我们这三位音乐好朋友，我们在很多不同的音乐组合当中都出现过。等一下再为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两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但是我们的风格今天可以说是有，第一首歌是一首爵士的经典名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大家应该都听过。可能大家最熟悉的版本是，Louis Armstrong 用非常磁性的嗓音唱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但是我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编曲，有Toshi 为我们编曲的 Bossa Nova 的风格。那么第二首歌，因为今天 Harriet 远道而来，那我很希望我们带来的音乐是，给他一种很有台湾味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是他也是一听到，听说是有曾经票选过是台语歌的第一名，怎么说是第一名，就是耳熟能详的第一名，觉得很能够代表台湾的。那我们就不介绍，我们就唱歌给你听。可是同样也是有脱水的，它也不太一样的面貌，就是一种对，一种混搭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台语老歌。
说你啊，好惊人哦，厉害。刚才唱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有都有听过吧，没有听过的人可以举手啊，你没有听过没关系，今天第一次听过，那回家可以练习一下，往村通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今天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合家同乐的场合，但是现场好像有几个小朋友当代表，还有我自己的儿子也来了，他现在他有点想睡觉，我好失控。没有，他是很开心，他还是乖乖的坐在那边听，没有上台说要妈妈下来。望村通这首歌曲啊，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他的作曲家是谁呢？范宇贤。作曲家是谁？有没有人知道？我今天没有带礼物可以送，太可惜了。没有重赏。他是邓宇贤老师的作品。那邓宇贤老师，他其实在日治时期就非常知名的一个作曲家。那他有很多的歌曲脍炙人口，然后甚至他被他的四首名曲被组合成一个词汇，叫做四月望雨，就是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看雨夜花，这些都是邓宇贤老师的作品。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看戏剧的演出，可能也会注意到好多年前有一个叫做四月望雨的音乐剧，非常巧合的我也曾经参加过其中一版的演出。于是对于邓宇贤老师他的故事以及那个时代很多很多的音乐故事有了更深的感情，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用这个很崭新的方式来给大家介绍这首歌曲。那接下来一首歌呢，就希望持续的让带着 Harriet 来认识一些台湾有名的歌曲。And I'm just hoping that through the set list we can, through these music we can introduce to you some of the really popular and representative songs of Taiwan. So this next song is in Mandarin. It's called Moon. The moon, 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 月亮代表我的心。
换了很多乐器，藤井俊秋 Pushy。
Thank you.
专辑里面他自己弹了好多好多的不同的乐器。然后等到他成年之后，就是他最为大放异彩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还帮很多人，我找像 Michael Jackson 也写了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在他众多的歌曲当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讲的好像是有点凄美的爱情故事。他想要付出的爱，对方并没有给他相等的回应，但是他还是想要说服他，他想要表达他的一片真心。这首歌曲叫做 Overjoyed。英文老歌的经典。
传奇性团体 Beatles 他们的经典之作。在歌曲当中描绘的是一个世界大同的愿景，如果我可以没有战争，如果所有的人可以互相的分享，没有互相的征战啊，也没有。如果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也许我们的愿景就不会太远了。这首歌曲叫做《Imagine》，但我们这个编曲也是蛮特别的，是我跟陈林老师，我们一起编团的时候，然后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好朋友，于嘉伦先生。今天还是呼唤一下他，虽然没有来。我们一起站出来的一个版本，然后高旭老师说非常的有后摇的感觉。后摇是什么？如果大家不清楚，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并不是一直往后摇动的。那总之是一个音乐风格。那也许一开始会听起来有点 dark， 但是最终我想还是希望表现出对于美好世界的一种想象。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曲版本的 Imagine， 乐曲结束，然后后面还有那个织缝纫机的声音，真的很酷，很有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唱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 ，There Will Be Our Last Song， and 这首歌非常真的是蛮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大家有没有想要唱歌的冲动？听起来像人唱那么久，没觉得蛮想唱歌的，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 ，Google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对，就是。就算你觉得寂寞的时候，你身旁一直都有朋友，不是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不是那一首，是另外一首，年纪比较老的 Billy Joel。总之，这首歌曲 You've got a friend， 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如果你已经找到手机了，找到歌词呢，欢迎跟着一起唱很大声，比我们还要大声都没有关系。最后一首歌 You've got a friend。
边还会开放，大家可以自由参观一下。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位瑞士艺术家是 Catherine Stoller is also here， 他就是做那个秋千作品的艺术家，待会也可以。